其实一开始是从中国的网站知道的，就是他们被那种中国网民封为神剧嘛，这样子。我看报章的时候，然后就看到这则新闻，然后就知道说，哎，原来本地的戏剧在中国是那么的火红。我开电视那时候有看到他的预告片。游戏没有，这是蛮特别的，我是很想找来看。但是网络已经把那内容写完出来了，不用再看了。没有讲韩信，可能是中国他们被誉为神剧，有他们的那个什么吧，就是对对对。看第一季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很好了。那时候我有推荐给朋友看，不过因为是本地剧，所以反应不太热烈，又对打到韩剧的时段。雪蝴蝶吧，应该是有叫雪蝴蝶啦。只记得有一个，他推他下泳，那个游泳池要杀他吗？我应该是很早之前看到的是那个香火啊，然后还有一个是侦探的戏，人家是林宇中演的。听风的歌咯，我的舞伴们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只是有点结局有点草率。男演员有一套很吸引我的，就是军校男演了。对了，还有过后还有一套就是李头家啊，对，李头家之前都有看的，我的电视免费我是有看的，但是这两套戏比较吸引我了。十多年前还是广东话电视剧的那个。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有看的，然后过后他开始转变，用刻意的用很多字正腔圆的华语去表达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点，觉得很奇别扭。这比较起来是有进步的，不错的其实，只是没有这样的时间，在选择之下就看韩剧。其实我觉得还是剧本的问题，因为有的故事它开始的时候概念是不错的，可是因为编剧还是对白的问题，有时候你让人会没有办法去记真，你看了几季之后你就没办法集中回神去看了。印象中马来西亚在那个题材上的呈现其实有时候是蛮局限的。第一个是本地的那个制作的数字还没有办法跟国际的接轨，第二个就是大家会认为说国外的月亮，国外的戏也会比较红。我们有那个人才，当这些人他没有很好的聚在一起发挥作用的话，你剧本很好拍不出来没有用啊，导演很好演员不好也没有用。其实本地电视剧很多不是在我们所谓的黄金时段播，有很多人是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的嘛，然后这些通常电视台就会倾向于去买一些那种外国收视率高的那些电视剧，可能也是因为一方面因为广告啦。